哦，我们的转化桌终于做好了，这下可以把东西卖一下了。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转化桌呢？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食物呀，因为玩宝可梦生存嘛，里边没有动物，唯一的食物来源途径可能就是村庄里边的一些蔬菜。把东西全部都卖一下，有了转化桌之后，我们的物资获取还是比较方便的。这个箱子里边应该还有些东西啊。哦，钻石什么的都卖掉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些生存必备品给它卖一下，然后买一些精灵球，我们又要抓精灵了。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幸运方块啊，这个幸运方块可以开出很多高级的宝可梦，把这个卖了，卖了之后我们再买一些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的 EMC 值有点少啊，一共只能买六个幸运方块，我们看一下这六个幸运方块能不能开出一个50级以上的宝可梦。第一个，8级的戴卢比，第二个一个箱子有些曲奇，第三个小江。哎，这样的话我就亏了呀，能不能给我来一个高级的宝可梦呀，大哥？把这个小江宰一下。我们这一次把三个都摆在地上啊，看一下能不能开一个50级以上的宝可梦。来，第一个蚊香君，这个30级可以把它干掉啊。我觉得30级的宝可梦现在对我们来说还差一点意思啊，把它干掉。来，直接召唤我们的大竹葵。OK，解决，我们继续。最后一个了，这什么？哎，他们是什么东西啊？他们是我的跟班吗？我能打他们？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，哎，我的宝可梦都出来了哦，那他们应该是我的跟班，那就不用管了。51级的死神版，兄弟们，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收服一下呀，先把他的血量打得少一点，比较好收服。如果他是满血的话，收服的几率比较小。他又把血回满了，兄弟们，那么直接收服吧，100血，看一下能不能收服。请您稍等，好的，我在等。51级可以啊，如果把他收。抓住了，兄弟们！死神版，好的，我们的阵营里边又多了一位得力干将，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用电脑盒子才能把它取出来。这电脑盒子的话，我们需要找一下，先治疗一下我们的宝可梦啊。这个地方就有电脑，兄弟们，我们之前来到过这个地方，我们用电脑就可以把我们的死神版取出来，直接把等级低的替换掉。然后这个死神版的话，不对，这个电脑的话，我们就带回去了。制作一个电脑还是特别麻烦的。好的，我们回家，把它摆在这个地方。好的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左下角提醒我们，又有一只传说级宝可梦出现了。我们去找一下这个东西啊，就是这个东西，70级，兄弟们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打得过它啊？看看能不能把它收服。我们现在有三个50级以上的宝可梦，还有一个40多级的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把它打到残血，然后把它收服的。兄弟们，有没有可能？但是我的大竹葵已经被秒掉了。来吧，电击兽，一个一个来啊，车轮战，多利米亚给我的大竹葵报仇。哇，这个伤害还是不错的，兄弟们。但是哦，我也没血了。最后一个死神版，来一个暗影球吧。哦，秒了把我，而且他又回血了。这啊，这不行呀，我们直接收服一下吧，看一下能不能收服，看一下我们的精灵球还有几个。来吧，扔出高级球，它的等级是70级。如果你来到我的阵营，你就是大哥，希望你不要不识抬举。啊，把我秒了！我所有的宝可梦都已经战败了，我现在还有六个精灵球，看一下能不能把它收服掉。如果六个还无法收服，我们就再买一些，然后继续，必须要把这个宝可梦收服掉。Later。所有的精灵球都已经用完了，但是还没有抓到，我们再买一点啊！现在的零花钱不多了，看一下能卖多少。8个，八个的话试一下吧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。继续和他打，来传送过去，多利米亚，给我干他，报仇！哦，他一下，哦，差点把我秒了，致命一击，66.6%，不对，6.6%，这一次绝对可以抓到，兄弟们，八个精灵球，我就不信抓不到，抓他，抓他，抓他，挣脱出来了，兄弟们，继续，我就不信了，还有两个宝可梦，啊，又失败了，兄弟们，好难呀，只剩下一个了，哎，抓到了，兄弟们，已经送到了我的电脑盒子里边，啊，太爽了，70级，回去取一下。我的天，又出现了一个 boss 啊！我们能不能打败他？试一下吧，我们现在的战斗力可不弱啊！我们有一个70级的，还有4个50级以上的，还有一个44级的，他是100级，试一下，有可能把他干掉。先上哪个呀？随便上吧，车轮战，依旧是车轮战。哇，我去，兄弟们，49滴血，70级也扛不住呀，那肯定打不过。他现在的血量还有80%，啊，不行不行，打不过。100级的 boss 还是有点难打的，等我们收集了更高级、更加强大的宝可梦，再来挑战100级的 boss 吧。